魔术界的台湾之光，这是有一位年仅24岁的台湾魔术师黄博翰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兴趣，那甚至我想要把它当成，但是呢，他说我是他在30年里面看过前3名的表演者。为了做这个大概10秒钟的效果，我大概做了3、4个月。可以请主持人把它打开看一下。不会吧？如果这样。我只要轻轻弹下手指头，你会发现50张扑克牌变成什么东西？打开。正经弹。变成一个是透明的鸭子。Put your mind at ease. Less conversation, a little more.